欢迎大家收看。麦克风掉。哎，转这边。好，欢迎大家收看。今天星期四之麦卡贝。春季杯超级联赛。我是今天主播，我是展元，我是青培，我是倩倩。刚刚一个甩就把立刻把头发甩。你有事。好，今天是我们的超级联赛春季杯四强赛啊！四强赛。决定四强，什么意思啊？决定四强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六位，有两位可以决定哪四位是四强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我刚刚觉得上联目前还好好的，现在谁叫你刚才跑去拍肚脐照？谁就这样了？他跑去厕所拍肚脐照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规则字卡，请看。计时至最先通关者获胜，通关显示 victory 为主。每关限用一张炮兵卡。若双方皆死亡，则以关卡数目较多者获胜。每关只有一次通关机会，不可以出魔法术。关卡限时15分钟，特殊关卡以当周规则字卡公布为主。选手仅限使用登记之 UID， 比赛期间不可更改。参赛者不得使用相关辅助程式及修改功能。若报名之 UID 在比赛期间曾因为非法使用非法程式导致账户违规者，则取消比赛资格，并由顺位淘汰队伍补伤。好，比赛过程中，如请将手机壳移掉，如果不移除导致黑屏等无法继续比赛，这是一些后果，请助行负责。如遇规则外之纠纷疑问，以现场裁判判决为主，也就是倩倩跟星培啦。比赛当日必须要是 A O I L S。谢谢，倩倩帮我们打广告。哎，这个自动式行销不错啊，需要用 I O S 系统。没错，要是 A O S。你完蛋了你！这个会在博，这会在那个博斯播出哦。I O S 系统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参赛选手有哪几位呢？请看，对战图有帅汉打皮老幼，只敢揭阳打凯文，都是认识的，这是败部的，胜部的有 Paul 跟海超仔。所以今天要决定到底是哪四位是前四强，到底只敢揭阳会不会今天没只敢呢？哎呦，那你觉得海超仔今天会不会一点都不宅，还很潮呢？他超宅，还是不可能的，还是一直很宅，是不是？就是。看看呢，今天的参赛选手影片，请看。大家好，我是伟汉，然后这次很高兴可以参加麦卡贝春季杯的比赛，然后希望我可以拿冠军，帮我去报仇，加油！大家好，我是 GP 研究组战神殿的皮老佑，希望这次比赛能拿下10万，明年买机车。他说买机车。你够机车，小心被骑走。白痴，这冷笑话。不是，我觉得就是像小孩子都蛮有自信的。取名叫帅汉，那我是不是改个绰号？我叫丑培。对啊，心肥就够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肥肥儿，这就够了，真的。那 OK。我就知道你嫌我胖。来，肚子凸出来。什么？怎么裤子脱下来？我说肚子凸出来。不要。啊，你的纸怎么跑掉了？什么纸？你还是一直在节目上截图。你为什么？你这样摸我捏头是可以的吗？我没有摸到啊。你摸到的。下会人，你看你这是三层肉，不要动。你看你现在三层肉。这是衣服的褶皱，这是褶皱，褶皱。皱褶啦，你褶皱。这是褶皱，好不好？这是褶皱。三层肉是可以制造出来的。我看到新培三层肉的加一，这是平的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坐下来，平坦的小腹。那你再坐下来，你再坐下来。会，三层肉没有啊？你看平的，很平啊，啊，好 ，OK， 很瘦，第一组很瘦，好烦。第一组呢是我们的帅汉 VS 皮老幼，要进行的关卡跟我们对战动画，请直接。来看一下啦，接下来打的是帅汉皮老幼，打的是掌管夜国的女神月读。这张卡很帅哦，超帅哦。我们看一下两位选手要用什么样的队伍来打嘞。我们看到我们的帅后已经，帅汉已经用了皇后对金冠了，皮老幼也在选皇后。明明每次都 OMAX 在选什么嘞？哦，穿了一脸皮衣。他们两件都穿黑色，这是情侣装的概念吗？来哦，准备好喽。好，我们看到两边的队伍几乎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啦。有人进来要先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全都关了哈。来进入倒数画面，录影嘞，找死哦。4 3 2 1
我们帅汉用的队伍是皇后配上火屋、水屋、艾德跟申公豹。让我们看到我们皮老幼是荒皇后、双申公豹、双屋，这是个两两配对啊。为什么要录影？对啊，为什么要录影？就是比赛为什么要录影？做个纪念，自己输了。对，在四十秒钟死亡了。干嘛这样啊？啊！有人很衰，在第二关就遇到要强化猪，但死都没有强化猪啊！终于杀掉了皮老又洗完技能后，来到了第三关。然后我们的帅汉也来到了第四关，皮老又来到了第四关。哦，皮老又的场面上非常非常多的强化猪，每盒都在不断的转五颗，转五颗，转五颗，不停的在转五颗啊！我们的帅汉紧追在后，这样你追我赶，现场中我们听不到任何的游戏音乐，感觉好像有一点点的干。请帮我确认一下，现在应该画面是有音乐的吗？有音乐的吗？有音乐的吗？听到一点点。那我戴耳机，有吗？现在有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帅汉火雾水雾跳了哦，然后我们的皮老又火雾水雾也跳了，但是帅汉不想开火水雾吗？啊，这次讲现讲现开啊，真是非常非常听话。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皮老又来到了第七关，当然听不到啊，听得到还得了啊？帅汉你好呆，你看他没有反应，听不到。